这个216页哈，这个纪言，咱先看一下哈，因为遐讲阿未完呢。此是佛所说，缘起中道义，不着有无见，正见得解脱。咱这段重要是给讲中道。这个中道是啥呢？咱人迄个主体，迄个啥货呢？迄个自性，这个就是给讲自性，迄就是讲法界。所以这个就是给讲啊，做实相的，这宇宙间的实相，这个叫做中道。但是要明白这个中道，一定要先知影缘起。吼、哦，缘起那是了解，那么这个中道义就知影安尼。那么这个我进，但是一个说明哈、哦，所以这个缘起有牵连着有甲无，所以呢唔通着。如果那是着世间上的这缘起，安尼将来就袂当得解脱。因为安怎样呢？你那是去掉这个缘起，而且念的有念的无，而且世间上。安尼自自然然，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正见。这个正见就是叫做正知见。安尼呢，较袂受到世间的这缘起来牵连到咱个人的未接。安尼自自然然，将来要解脱的有实际。如果对世间的这思想啊，都真贪着，啊，搁未了解讲这缘起的物件是假的。所以要得到解脱都无可能，因为你贪着假，啊，自然都无可能解脱。吼、哦，这前回是有大概甲咱说明过啊。那么即马佫详细甲咱讲，咱现过来，现过来，吼、哦，佫在即个个，两百，即马来就变两百，迄、那个差不多了两百空浪吼。咱即马佫现过来这段，就是佛说。三德徛真言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对遮甲咱讲起。那么即个就是啥？我那要教迄个个，即个啥物叫做中道第一义？要甲咱做一个真详细说明。那么这段内底呢，伊即个文章有写安尼，写讲说过，佛陀有教即个个三德徛真言讲过。不若有无二边的这个缘起中道，吼、哦，这句话就讲安尼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佛陀的弟子三德徛真言，伊这个在十大弟子中，伊就是论义第一的。这个人，这个罗汉果所见到这个四个罗汉呢，伊就是在佛陀的弟子中，伊解到论说。佛法呢，和伊想结含众生结论，也是伊含伊在弟子，结个开示在其他的在弟子，就是这个徛真，这个个徛真人呢，会使讲伊真高安尼。但是是安怎伊开会甲伊讲安尼？因为有一本经典，吼、哦，叫做《化徛真人经》，《化徛真人》就是佛陀甲徛真人讲。那么这本经是伫底，就是阿含波内底哩呢。阿含波内底呢，因为这个徛真言，伊有问佛，因为伊佛陀甲回答者的问题，伊有问佛，问安怎样呢？问佛讲，什么叫做有边？什么？啊，什么叫做无边无啦？这个是问题，是讲有甲无。好、哦，即摆是徛先来甲问，因为这个重点是讲啥呢？当然是讲中道的问题啊。好、哦，因为迄个所在有甲咱讲到。不着有无见，有甲无的这种看法，这个叫做见。所以经内底呢，是引起着这个内容哦，这个内容大多数的法义是拢中观，
叫做中道义。那么中道义呢，这个中观论内底有哪有讲到佛陀当初甲伽蓝延回答的？啊，什么原因甲回答？就是因为伽蓝延有问佛陀，什么叫做有？什么叫做无？安尼，哈、哦，伊即马在话是安尼哦。所以佛陀卡甲伽蓝延回答嘛，哈、哦，无就在有诶有甲无两边的这个缘起中道。那么什么叫做缘起？当然我有讲过，就是因缘起。世间的这物件，拢总是因缘所生法嘛，哈、哦，拢总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问佛陀了后哦，什么叫做无边？什么叫做有边？有甲无，意思是个讲安尼。但是佛陀呢，对伽蓝延回答安尼，一般的人对这个法的生起。这个法的生气，这个法是在讲什么呢？我有跟你说过，我们的世间上较接近的就是色法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事法，这个。当然，若要搁甲讲较彻底，就是咱人的心，咱的心的起心动念。佛法内底佛陀讲安尼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诸法无我。一般的人对这个法的生起，哈、哦，拢有一个错觉，诸法无我。这个色法就是世间的这物质，啊，这个事法就是这个人事往来、社会、国家的代志，啊，这个心法就是因为咱人的一个起心动念，这个叫做心法嘛。即马爱听好哦，因为这足深哈，这中观论足深。哦、那么一般的人呢，认为世间的这物质生起来，哈、哦，拢个当作有安呢，拢个当作是实在有的。那么现在就看见着有的未接，所以落在有那边安呢。一般的人是拢安尼认定啦，安尼变落在有那边的执着，因为这有看见着不着嘛，对不对？不着有无见嘛。所以今天这世间的人看到这个物质，还是讲咱人的这个身躯已经生出来啊，看到这个物质现象界，这个物质迄叫做色，有看到，拢甲当作是有安尼。那么呢，世间的物件那已经歹去啊，摕去毁掉去，那么唔得毁掉了呢？那么咱的世间的人就甲看到个当作无啊，所以变成会落在无这边安。这是咱凡夫俗眼、俗心内底家己去甲认定的，凡夫的人就认定安尼。所以有就着有，已经消灭去啊，甲变成讲无。这是凡夫心的看法。但是现在底呢，你即马搁再甲看尾啊些哈，因为这个那是无破。所以伊就有一句话去讲：伽蓝延不着一切相，啊，佮深入性义禅。即个禅就是讲未受着有佮无来起心动念，佮叫做禅。那么性义呢，就是讲中道殊胜的法义，也是讲中道的觉性。因为中道就是咱人的法性、自性，吼、哦。今日众生如果念的是有，念的是无，安尼伊就无可能了解实相，伊就无这个殊胜相、胜义相安尼。吼，即、哦、句就是安尼哈，就无这个胜义相，因为迄个定啦，未受到有甲无，诶，这种起心动念安尼。但是这个大乘两寿菩萨所经历的这个中观论，啊，甲这个弥勒菩萨。所经历的这个如来殊地论，伊拢总有印证着阿含经，就是相关的这个个佛陀甲三陀伽蓝延讲的这个相关的法义，拢有引入起来去甲众生说明安尼。这本中观论内底的其中一段有无法，就有讲到这，
幽默的这个法品啊，哈、哦，中观论内底哦，有一品叫做啥呢？观幽默品第十五品，这个第十五品内底就有牵连着讲到这个阿含经内底人，所以这个就是啥？两袖菩萨引列出来说明的。所以这内底唔客气讲，来说明着诸法的实体相。因为缘起相是念的有，念的无嘛，所以让众生会迷执安尼。这个就是出在一个众生迷执，较造成对这个迷执的对落。哈、哦，这个唔客气讲，说明的诸法的实体相叫做中道。哈、哦，那么什么叫做中道？等下会甲咱说明。所以因为这个阿含经内底缘起的呢，所以这两本册内底，较来甲众生佮加深说明啦，说明到这个实相。所以呢，有这段的一个教修，就是讲教众生教，让众生了解到这个个有甲无这两行拢唔通掉。那么自自然然的，伊会来决定到这个佛法，伊缘起正见安尼。因为今仔日众生如果对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缘起相，那是无彻底一个了解，那么这个就是无正知见啦。但是如果受过佛陀的教育了后，知影世间的这个色法、甲事法、甲咱人的这个五蕴心，就是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心嘛。那么自自然然呢，就知影讲这个该是缘起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伊就未去执着这个个有甲无，因为安怎样呢？有甲无，那是相比你那是无去彻底了解呢，那么你可能会未接，吼、哦、有。啊，甲无，这两项那是无彻底去了解呢。那么今仔日众生是无可能解脱啦，吼、哦。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安尼，佛陀甲伽蓝人计讲安尼，即马这段时间讲安怎呢？世间人的颠倒梦想是非，无分明好些。那么伊的依有甲无这两项会执着。所以咱人呢，一般的众生拢会烦执甲烦心啊，烦执烦心听有吼？那是执就欢喜，啊，就心一种敢若想讲心会骄傲心，那是失就悲哀，因为伊一般的人注重这个执甲失，看甲真重要，吼、哦。所以伫这个执甲失的两边的执着，较产生着造业的嘛，安听有吼？所以咱人若是放弃一寡物件，还是讲失掉一寡啥，啊，就拢会起心动念、黑白想。啊，若得到一寡，啊，就下定了去造业。这就是众生的一种迷失颠倒。所以呢，若这个有甲哈、哦，到底是实在有还是实在无？因为世人的颠倒是变有甲无。啊，事实不是安尼。所以下面一句叫做“佛的性地主”。我现在这段再加念一下，正观世间的这个执着，即不生世间无见；如是正观世间灭者，即不生世间的有见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佛陀，因为伽蓝人问伊这个有甲无这两边的这个问题，所以他甲讲，伽蓝人如来离有两边，说无中道，所谓处有故彼有。处生故彼生，处无故彼无，处灭故彼灭。所以佛陀呢，甲伽蓝人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头先有讲过呢，佛因为伽蓝人问佛陀啊，讲什么叫做有一边，什么叫做无呢？所以佛陀甲回答安尼。那么这个回答安尼，佛陀是给讲安尼，讲如果一个佛弟子，就爱多闻的佛弟子，伊就未执两边。为什么未就两边呢？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，看世间见世间的执，甲见世间的灭。哦，这个佛陀有教见世间的执，世间执，啊，甲见世间的灭，哈、跟世间的灭咯，所以变成这个执，执是甚物货呢？就是这个集合缘起已经众缘集合起来，这个执，
但是众缘分散，这个叫做灭，安尼，哈、哦。但是即马佛陀卡甲卡见人回答无，即马即个听好哈。道门的佛弟子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头仔讲到安尼嘛，正观佛为正观世间的执者，吼、哦，正伊讲安怎？因为道门的佛弟子含世间凡夫心所想念的想。心就无同啊，因为按照因佛弟子的人已经得到道门，了解佛陀在讲啥，所以那是看到世间一些色相的执，色相就是这个世间一些物质的执，因为了解诸法是随缘，听好，是随缘组合的，那无缘就无组合，是随缘组合现起的，所以呢。伊未生起到即个无的见解，啥物讲无的见解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啥，即不生见解，世不生世间无见。因为已经组合起来啊，要甲讲做无，咱袂使。比如讲，注意咱目睭前，你去用迄个刀啊，你今仔日要甲讲无，袂使，因为迄个已经因缘组合起来。比如讲，迄内底有即个个阿鲁米，有茶。后螺丝，这几项物件共同加组起来啊！你别甲讲无唔对，所以佛弟子未甲承认讲迄无，不过爱了解迄个是因缘的组合安尼，迄个是因缘的组合，唔是无，都那是因缘起甲看是已经有啊，所以佛弟子是未甲认为讲无啦，吼、哦，搁再来，譬如讲目睭前所看到倒有一工伊会歹去安尼，这个叫世间的灭。哦，这个叫做世间的灭咯。但是呢，伊有哪知影佛弟子有哪知安知影安怎呢？怎讲？这个本来的这个物件，就是世间已经组合过来这个物件，伊都唔是实在有诶，唔是实在有，是因缘起嘛。我讲你听好无？哈、哦，那是无种缘回合，就无迄只刀啊嘛。哈、哦。所以已经有啊，就袂使讲无。不过呢，有一天这个刀啊派去咧，这个刀啊派去，这个叫做世间法的灭，世间上的灭啊。不过呢，佛弟子的人吼，伊是会较了解，因为本来这个刀啊，就无实在有诶啊，所以就无这个灭安尼。安尼唔在听有无？啊，就听有哦，就实在听有哦。吼、哦，世间的这个色相、色法，都是因缘组合的，已经组合起来，要甲讲无唔对。吼、哦，但是这因缘组合的色法，有一天会派去吗？有一天若派去了，变怎样呢？咱要甲世间人是甲当作无嘛？但是呢，要了解一个基本问题，因为这个法世间的这个道啊，你看到这物件，伊都本来都无实灭，无实在有诶啊，所以就无叫做灭安尼。凡夫有诶中间，就甲执有，歹去就甲叫做无嘛。但是道门的佛弟子哦，已经了解缘起法，这个道啊。这物件，这种叫做因缘组合的，你要甲讲无，吼、哦、唔对，已经组合起来是有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刀啊派去咧，凡夫是甲当作无嘛，但是今仔日道门的弟子无用安尼讲，因为这个刀啊本来就唔是真正有诶哦，凡夫是甲认定是有诶。唔过超越的性质，伊讲这个刀啊本来唔是真正有，既然唔是真正有，有一天无去啊，歹去啊，就无所谓灭。唔过世间人拢甲当作灭，当作无嘛。即句话就直接讲安尼。注意，咱人这个身躯已经生起来，这个就是有业识的种子，啊，甲爸母的因缘。甲世间的这物质，甲咱饲大汉的，你要甲讲无，袂使讲。
有一天这个人已经死去了，你要跟他说灭，不可以，因为凡夫会说灭。不过呢，圣人知道，就是佛的弟子知道，本来这个身躯就是没的。安听吼，因为这个身躯是业因，啊，甲爸母因缘，甲世代和合，啊，甲物质生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唔是基本的有啊，所以死去了后唔是叫做无安尼，所以未使清灭安尼，安尼有少有相好无？含凡夫认定的完全无相两回事，吼、哦。这点要分得很清楚，所以这点你若透视的过呢，那个中观就是那个实体实相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有法去引导我们进来了解到这个中观，所以先了解这个事，一切都总是因缘法，要跟他说没不对，因为因缘组成还是变有。不过你要跟他说有不掉去了吗？不行，因为本来这因缘组合的就没有成为有、哦、所以也没所谓灭了呢，因为这个是大乘的空法相的这种缘起法，这个若有彻底了解，你才能入到这个中道，就是那个实相宇宙间的空性实力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真歹理会哈，真歹理会。不过我前过前礼拜有甲咱讲，你对这问题若是要彻底去了解，那么你就去请中观论来去尽心研究安尼。哦、那么那安尼呢？佛弟子，佛弟子哦，诸位，都爱道门的佛弟子。道门的佛弟子，伊不但离有见这边，有那离无见这边，伊绝对无亲像凡夫俗子去迷是有，啊个迷是无安尼。所以伊离开有的迷是，甲离开无的迷是。用这话你若听有对哈，我你讲，什么叫做如来的实相？可能你内心都有一点啊，产生着一点啊，对这个法的正知见啊。哈，啊那是听无咧，不要紧，慢慢搁再听，有哪会入？因为这个是佛法中的最基本，中观的佛法中的最基本咯、哦。所以内底有甲咱讲，你自然会离开迄个无，啊，甲有诶一种感受未接。离有离无，安尼就会当开显，开显啥呢？非有非无。既然毋是有甲无，所以世间诶即法非有嘛非无啊。即、這个物件是缘起法，已经生啊，但是要甲讲无未使，吼。所以叫做非无，安听吼、哦？要甲讲袂使，你若讲无的，无你头壳甲吸看卖几类，对不对？你对迄块啊甲甲吸咧，安怎一类起来嘛？不过呢，这个物件是因缘法，那无再众缘汇合都无，所以叫做非有安尼。安尼详细啊哈，安尼来一句话吸了就详细啊。所以佛弟子，道门的佛弟子哦，听到入到这个佛法了后，就知道一切的色法、事法、啊个心法，是非有也非无啊，安尼，安尼你就未迷执啊嘛，迷执都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因为是因缘甲因果嘛，吼、哦，这个是讲安尼哈，所以你就会当了解，因为非有非无，性空的你，因为这物件无自性，所以叫做性空。因为伊是因缘法的，所以伊无固定性，缘生缘灭安尼尔，是无固定性，所以这个叫做性空，所以自然就无落伫两边。不过对这个中道伊就清楚，哈、哦，安尼会建立起来安尼。但是会建立起来了后呢，伊即马尾啊，再个有一段甲咱讲，即唔可讲徛前莲珠来离无两边，安尼就会当讲出中道。但是离无两边讲出中道，安尼就无解了解，所以下面才有个安尼。有四句嘛，哈，处有故彼有，处生故彼生，处无故彼无，处灭故彼灭。因为依他起，这个唯识学内底有一句叫做依他起。哈，世间的这物件哦，
依他去。现在这个若是要甲讲一个详细是依他缘起啦，依他缘来组织的，这个叫做依他起，安尼。有真多，所有的物件有真多因缘来甲汇合起来。这个他就是他缘，譬如讲这个刀啊，本来是无，但是一定爱有茶。啊，爱个有家有丁啊，唔是安尼就会成哦，就是一定爱个有人工。所以有这种缘啊，这个叫做他缘，吼、哦，啊，佮生起来。但是唔是安尼了，咱即马佮想讲，这茶对对来，这个茶是去山采来的，树啊来，迄、那个树啊对对来，树啊也是依他缘，譬如讲树啊一定爱有一个树荫啊。树苗，啊来人工来甲培养，啊人工培养就一定爱佫有水分、阳光安尼，所以这个树啊也是依他起安尼，所以这个呢每一项的这个色相、色法，拢总是依他起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现在对唔敢讲，处有过必有嘛，啊处先过必先安尼，头前这盆花。本来不是叫做一盆花，叫做一枝花。但是有真侪枝花甲插做花，迄、那个名相较阁变做一盆安尼吼，迄、那个名相就变。但是这花对对来，这花就是真侪花园来去种，较起来花市场卖嘛，啊，较去买来插呀。所以这个叫做依他起。但是依他起呢，必定爱处有个比有处无个比。如果花园啊无种花，那么就无花客来市场买，咱遮若无去买来插，就无安尼。所以有真侪种缘，这个所在组织起来了，就是因为这个种缘，这个缘来配合的。那么这个呢，有那是另外这个来配合。那么这个呢，有那是个另外这个来配合安尼。这个叫做啥？处先过必先，处又过必又。哈、哦，有一天因为这个会灭去啊，后日摆这盆花阁无讲啊。这本花阁无同呢，所以这个叫做处灭过必灭，因为每一枝就是花谢嘛，花谢就是伊迄个所在灭去，那么这盆的物件就拢无去啊。迄、那个一枝的灭，啊，即卖来这个一盆的就总灭安尼，这个叫做处灭过必灭。世间的人事动态也是安尼，这个家庭会发生代志，绝对别个问题影响起来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不是一个固定性，这个问题就有那别的问题影响的。安尼，这个问题影响这个，这个问题影响这个，这个问题影响这个，安尼。所以这个叫做处先过必先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对这个个消减处灭，那么这个就灭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因缘组合起来的代志是等于有，譬如讲这个心法，就是因为伊起心动念，所以对这个说法啦。说法内口有一个感受吗？逆修顺修，吼、哦，安尼直直甲想，吼、哦，色修想行啊色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色到尾呢，较阁造业，造业较阁变现这个代志出来，啊，伊搁在轮回感受，安尼所以直直变多变，变来变去安尼多变，世间的修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。这个叫徛前化徛前缘经内底佛陀徛前缘问了，甲甲讲安尼。注意，这是中道观、中道论，真深。我安尼讲，你若是听无介详细吼，你另一个再继续听，你若有去注意，搁听得有啊。吼，即马来呢，换一句话讲，世间人唔知缘起的义。吼，因为一切色法、事法、甲心法，拢总是缘起的。但是真执着，身躯嘛是缘起的啊。啊，你的周边的财产，吼、哦，亲情，拢总是缘起的，拢总是因缘果安尼。这个来，我搁再说明一下，安尼来就搁愈详细了解。比如讲，这个色法包括。
五，啊，甲五数，因为这个无彻底去了解，破未开。这个五对对来，这个五在我身躯，身躯是对对来。第一，咱的业识的证据先出来，最基本就是咱的业识，咱个人的特别识内底有一个认道的证据。现在这个认道证据开始找白吼、哦，第一就是证据。咱的人道精神，第二就是有缘的父母，哈、哦，来给咱怀胎。怀胎了后呢，咱较搁凝结到一个四代，四代就是最后风土，安怎样吼？即马来较搁世间的这个物质，世间的物质，安尼给咱饲大汉。物质包括药物啦、啊、药啊，啊加这个五谷。安尼，这个身躯甲生成起来，吼、哦！但是这个就是形成我，但是这个我是缘起的哦，是在物件组织的。如果那是无物质，这个身躯未成，无素代未成，因安怎有的囡仔出世随死去嘛，就无成长啊，吼、哦！但是呢，搁就是点，如果那无爸母呢，嘛无啊，虽然有精子。不过无爸母迄个因缘也未有回合，那么自然这个囡仔就无出世啊。比如讲，这个精子要来出世做人，伊含对一个男女有关系要做伊爸母，不过这两个男女也未结婚的啊，安怎样吼？也未结婚的，当然自然伊就无来投胎。来，爱了解哦，这个是安尼因缘法。搁再一点哦，如果这那无咧，你要用啥话来去投胎做人啊？听吼？因为你都无这个人的主因啊，所以这个所在，这个是假的哦。这个对对啦，这个就是咱造业藏落伫地白色的嘛，做啥做人间的业藏落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主因的证据哪无，那么这拢免讲啊，这都无啊，都无世间的利伫遮，你个人都无出世伫这个人间的啦。那么对对去，你那是自修就成阿罗汉了嘛，哪无就辟支佛啦。这世间就无你的份啊，但是你的世界就另外伫别个世界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就无你因缘汇合起来，你单个一只呢，安尼了解吼、哦？所以重要是这个整理好清气啦。啊，不过世间也唔是哦，执着在，佮继续伫哩作业，所以轮回无停困嘛，总继续伫哩轮回生死啊。吼、哦，你执着这个身躯啦。啊来做业，啊接到你身躯边的这亲情、爱情啦、啊，这物质啦、啊，这动产不动产啦、啊，这个叫做五数嘛。啊，自然来去做业啊，做业伊就阁继续轮回啊。吼、哦，这个问题都出伫遮，所以内底唔可计讲凡夫，吼、哦，世间人因为伊唔知缘起，世间的这个身躯是缘起，啊周边的财产是缘起，所以颠倒妄执。等到梦境呢，当然伊无脱离两边。那是生出来有，比如讲伊赚一寡钱，啊买一寡不动产，伊就感觉有嘛。万一有一天，因为伊的命运已经走下坡，伊的厝起予法院家操方抬棺，伊讲抬棺予法院操方去，安就变无去啊，对不对？因迄个命运就无去啊嘛。操风了，换一个拍卖，另一个这个不动产就改一个名，即马伊就感觉无啊嘛，因为迄个厝都唔是伊个啊，安尼即马心内就一点啊，啊我改变安尼，变成有甲无就未接，啊自然有诶就要跳楼自杀，啊有要安怎样？吼、哦、啊一个青年男女，这个查囡仔我搞掉啊，啊都大家好甲真好啊，忽然间又搁走去爱别人，啊即马伊就未落实，未落实伊就。感情有一点啊破裂了，伊就想要自杀啦，要从安那无，就要凶杀案。这个凡夫的迷信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唔可去讲有见甲无见安尼，吼、哦。但是什么叫做苛求呢？这个苛求就是讲计色啦，因为凡夫的执着就是安尼，无法度咧，因为凡夫无突破，目睭所见到叫做有，看未到就叫做无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佛弟子哦，给咱去注意，咱那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，以缘起法来实际正观，迄、那个正观就讲叫做正见，就是正见缘起安尼。
那么那安尼呢，你就袂落在即个有啊，甲无这方面的执着，所以叫做有见甲无见安尼。你咪感觉有咧，你咪感觉无，你就袂安尼。那么即个叫做一个比如，比如讲世间的人看到人出世，就感觉讲有，哈、哦。但是死去啊咧，就感觉讲无安尼。啊，敢是真正安尼？唔是哦。生不是有，因为是因缘起，不过呢，未使讲完全讲讲不是有，因为已经众缘会遐快，已经出世都有影咧。但是死去呢，因为众生本来不是有诶，所以不是死叫做灭安尼。哈、哦，所以真难得，唔敢讲大多数拢拢集为实无，啊起一种诶无见，就讲死去啊嘛，啊这人都起去大啊。好、哦，安那无都火烧去啊，火甲火毁啊，就是等于无，其实唔是安尼。好、哦，这尾也去讲，因为咱人是业色相向嘛，那有无去？就是你解脱嘛，唔是无去啊。所以内底唔可讲，譬如讲伫生死中个流转，生死中讲六道中个流转啊，但是一般的人认为讲伫六道个流转是有嘛。好、哦，可是呢，听到讲。生死了后，搁再入涅槃，入涅槃是咪叫做无？有那不是无，因为伊生命本来就不是灭去的啊。但是一般的人吼，讲涅槃就是叫做无，这个不是一般的人，都连佛弟子都会安尼想。较早佛弟子吼，有一位比丘，伊含大卡舍，计烧钱。至于讲生死是有，涅槃是无，安尼大卡舍甲解说解说未清，解说未清，大卡舍不得已为着要救这个人，救这个比丘，准去甲佛陀报告，讲某某人入涅槃为无，安尼，即马佛陀准甲叫来，甲说明了，他讲安尼涅槃是会使讲无的呗，迄、那个比丘较伫遐点头，所以佛陀甲问讲你是愚痴。你是妄见，安尼，所以涅槃不是一切空洞而有，因为回归迄个不生不灭安尼尔，吼、哦，注意记了哦，涅槃不是无，所以一般的人是认为无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有的人世间人因为这个所在所会惊讲无我，啊惊空，啊惊涅槃，因为空非空。涅槃就是本来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讲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，啊，无是安怎样佛法、佛陀的发性骗虚空呢？安尼到底有啊无？所以非实非虚，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唔是实，因为实是唔是一般世间认定的，佮唔是空啊。所以涅槃是回归到这个不生不灭。但是佛弟子呢，依照这个缘起的中道去观察，所以对这个法义上，你彻底了解了，才生出一种观照的心。哈、哦，譬如讲见到咱世间人伫世间灭去，哈、哦，也就是生死解脱，会使安尼讲者。所以佛弟子，即嘛即句话是去讲佛弟子哦，那是真真正正佛弟子已经开发自性地。或者是这种得到真理的这种感悟的人，伊伫世间灭，唔是无，是解脱安尼。因为伊业色清净，本来凡夫是第八识内底无量的这个业种子嘛，所以由在无量业种子，佮对落轮回生死啊。但是今仔日佛弟子已经净化，无这个业色清净啊，当然伊就无轮回，无六道轮回。那么安尼袂使讲空，因为这个叫做涅槃，因为伊伫世间唔免搁再来轮回六道轮回生死，所以这个是名叫做解脱安尼。爱记好哦，吼、哦！恁若听无落吼，恁有阵会起一种有见甲无见哦，吼、哦！这个就业识已经无有迄种境界来轮回啊嘛。所以因为伊看到人伫世间已经灭，但是就是生死解脱。免受着生死相续轮回，吼、哦，安尼伊就袂起出一种个叫做，也就不会起有见，就讲等于无见。
哈、哦，所以因为缘起如幻的相对性，因为缘起法是世间的相对法，有生就有死，这个叫做缘起。啊，唔是实在有，也唔是假影无，但是事实缘起的物件是假影有，啊，真实无安尼。有是假影有，啊，唔过呢是真实的无，好、哦，因为伊是因缘法嘛。所以这种的情形，伊那是有特别了解在涅槃寂静中，哈、哦，当然有甲无这两项绝对袂使两边甲认定，因为这个思想也是对立法，好、哦，所以进来点我计讲，伊就会当安住啊，无了解就特别袂去甲讲啊，这是对立的，这个相对法的中间的伊甲固定起来，安尼就袂安尼，而且呢，既然是可变。哈、哦，世间的物件，一切色法、事法，那么在生的时阵，有那不是实在有，因为实有的，哈、哦，如果是实在有哦，这个物件已经生出来，如果是实在有，即马即个来用一个比如，当然伊袂当以缘起来变无去，那实在有的物件，那会过无去，实在有的物件都袂无去嘛。现在这两句是在说这样，你想说我们人实在有什么，因为我们人的脑化到尾死亡了，所以有一个世代生脑病死了，如果是实在有就不破病，不痛苦，不消灭了嘛。你看我们这个身躯会重当爱失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会大哭爱散啊，也会疼，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实在有，因为它是因缘，就是因果所生成的。哈、哦，现在这个问题就要一定去特别了解一下、哦哦、所以这个如果那是实在有、哦、那么它就不以因缘来消灭去了。哈、哦，这点要清楚哈。所以呢，如果看到这个生死的世间，哈、哦，已经接起来，那么你嘛未使甲讲这个无。今仔日这个地球内底人已经有60亿个人口啊嘛，全世界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甲讲无嘛唔对，因为种缘已经汇合，已经生有生起来。你要甲讲无嘛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已经集气啊，所以未使生出这种叫做无的看法。因为你若是落在讲啊都无唔对，不过已经现象出来。所以世间有战争啊，对不对？迄嘛是实在啊。啊，搁有诶，大家有计国际，有计通往啊，看要创啥，要创啥，大家拢会汇合来讲话啊。国家嘛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家庭你要甲讲无，不过家庭佫有爸母、有翁母、有后生查某囝，现在嘛是已经人已经有啊，但是有这个家庭的这个事故，你要甲讲完全讲无袂使者，因为缘起已经是缘起有，吼、哦！现在就是讲，因为这个缘起是幻化的加有，幻生幻形的，因为伊多变啦，吼、哦！所以是幻有的、幻生的一种假有相，假影有的相，但是不是什么拢无哦？因为这个是啥呢？是因果已经汇合起来有安尼，是假影有的，所以一个家庭拢多变嘛，人多变，家庭多变，爸母多变，翁仔某多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感情会拄好，大家都好好生活；感情若甲袂拄好，大家都拍甲老火老滴。是不是安尼呢？你甲看像美国，一个负责人嫁两个囝，啊，别人要阁爱伊，啊，但是迄个甲讲，你嫁囝来，我无爱娶你，你甲看两个囝，就去甲拄拄好死啊嘛，对不对呢？吼、哦，安尼即个叫做因缘法啦。佮再来亲像新店，恁有看到无？伊先去甲因太太投保3000万，啊，甲准甲赛车，甲赛机甲。翁仔某甲西哦，对迄个个新德虚降落，啊，因翁较阁收起来，啊，即马较报车失踪，甲因太太失踪，你阿想卖？安尼嘛是感情破裂，是因为时生时灭，吼、哦，啊，真侪事拢都变嘛，对不对？家庭里面好好，里面变化，吼、哦，即种叫做因缘法安尼，有是假影有，所以人的感情是假，听好哦哈。唔当执着，唔当讲先生嘅外遇，啊，你就去哭啊，听吼，外遇听有啦吼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是太太死就哭噶，
因为因缘法啦，夫妻本是同林了，大寒时来各自飞啊，听好，这是必然的呢。因为有是假啊，有嘛感情嘛假啊，听好无？感情实在假，因为缘生就有感情，缘若要分散就无感情啊，这是必然的，唔免执着。有时阵饲两个仔，这仔若含咱结好，这是情，但是是精细内底一个起现行的作用。有一天这个囡仔甲娶某。这个囡仔的精子和这个太太、这个新妇，搁再回合吧，缘已经生对下来啊，自然对爸母较疏远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唔通看后生新妇结好呢啊，做妈妈就结袂着一啦。哦，这个唔对，迄姻缘结变，因为这个是姻缘法，听好无？好、哦、啊，无你娶，比如讲世间话，你甲娶新妇入来，你要爱因两阿婆去，不是冤家来救你妈妈，是不是？嘛唔对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这个是因缘法，那是徛伫迄个个了解这个因缘法是非有非无啊。我跟你讲活了真轻松，听好无？因为感情是假，财产嘛是假啊，亲情、兄弟姊妹的情拢假，这个叫做俗法的假象嘛。吼、哦，遐有一个说法，俗法的假象。吼、哦，安尼你心放会落未？会未？敢会？会大。哈、哦，有诶，讲一点仔代志，就讲我无要修行啊，讲我对三宝无信心。呵呵哦，啊，修行是要解脱的，毋是要让你执着感情的咧。听吼，你着对感情世间的事情看会开，安尼毋可以当解脱，无你囡仔当解脱。因为你若彻底知因缘法甲因果律，安尼来着放会落啊，无你放袂落啦。所以真来点毋敢甲咱讲，哈、哦。而且呢，既然哈，既然生出来是灭是，也唔是实在无哦，灭有那唔是实在无。咱人的生命已经结束，人敢无去？唔是无去，另外一个世界佫生出来。听无？因为咱人有六道嘅轮回啊，伫只结束，看你的罪业对一粒要佫起现行，伊就佫变出来，变出来呢，伊就佫在伫迄个世界佫生啊，安尼。比如讲，一生的恶心大，就对地角类。那无就对轨道啦，啊那无就对畜生道，安尼哪有无去？安尼就无影无去，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佫生出来安尼尔。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了解缘起处有必有，处生必生。吼、哦，啊世间的这个世间吼、哦、是集众缘啊佮组合的，即句世间集，即、這个就是世间的物件是众缘汇合。啊，较有啦，安尼，那无种缘回合都无，所以生起现前的时阵，才是缘起个流转相续。所以人唔是死了后都无安尼，唔是讲死了就一了八了。那安尼话就变作叫做断见，安尼话那唔对。人死无煞，听吼，绝对袂煞。那有迄个讲人死就煞，因为你的业识无量啊。当然会变现另外一个世界，啊，搁再继续流转安尼，那有人死就煞，吼、哦！我都有比如过，譬如讲今年甲年底，剩四五天，大家都公司行号都直直工厂都直直扫扫清理你的，啊，清理你的了后要创啥？都因为要过年嘛，啊，但是过年了后咧，休过五天了，搁开工，你甲想找人？是不是去年做不完的工作还继续做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工厂是不是这样？去年在生产的东西，今年开始开工继续，在办公的人去年结束临时休五天，在顶以上我们人死亡之后在四十九天中阴身变出来，听到吗？对啊，中阴身变出来啊，变出来之后现在还可以投胎嘛，投胎就是去年就是精神的工作还在延续的，算是讲意思，所以来春夏秋冬虽然有变，但是这个叫做无常，唔过变字有一个原则，所以叫做常安尼。安尼到底这个法是有常是常还是无常？无常中是常，所以咱人轮回生命并死亡并不结束，因为搁在延续落去。进入工厂搁在整理你个明年。开始嘛是搁打普列斯人去打普列斯，对不对？
啊，家己车上迄个车心车无了，嘛一个继续车，安听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办公的人，市政府啦，就讲管政府在工作，你怎都接不到安尼，你就继续去办啦。啊，无靠要跟啦，靠有迄个变，讲意思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进来点，较结果，知影冤气的人，这个流转相续就未了，甲讲人死一了百了安尼，变无了、哦。所以了解冤气，你就知道这个所在哪无。处无过必无，处必过必灭。好，好，休息十分钟，哈、哦。